零零兔。DJI Mini 2最超值、最入门，那功能也不算太差的空拍机套装。感谢飞准科技呢，这次找我合作，然后我们配合，我来分享一下我对 Mini 2的看法。我不是一个很喜欢拍抢先开箱的人，因为我觉得单纯的介绍里面有什么东西，其实很多人在做，我做这个并没有太大意义。我在卖东西，对，我有卖。如果你想要下单 DJI 的任何产品呢，都可以找我。我们价格可能不是有最大优惠，但是呢，有最专业的建议跟技术，因为我也是一个专业职业的飞手，可以给你一些实质上的建议。我认为说我要卖这个东西呢，我应该有一些深入的使用哦，然后了解之后呢，再跟你分享。这样子我比较能够说服我自己 ，OK， 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的、啊。好，那今天我就是要介绍里面有哪些东西哦。你说我是不是自己打自己脸？没有没有。我今天跟你讲里面的东西有哪些之外，我还跟你说它们分别有什么作用，让你了解你买到的机器里面每一个部件、每一个零件、每一个配件它的用途是什么。OK， 看下去吧。好，现在你看到呢，这些就是全部 Mini 2里面的内容物。好，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背包，可以装得下所有的物品，然后三颗电池，好，然后这个是充电器。好，那一样最多就是三颗电池放上去。老规矩，轮流充电，并不是同时充电。然后当我们把电池放上去之后呢，也可以看得到目前你的电池有多少电量。那 Mini 2跟 Mini 一样，就是电池呢跟 DJI 其他的空拍机不太一样的部分，就是我在电池上面呢，本身我是看不到电池现有的电量是多少的。如果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表示你是一个 DJI 的新手。好，我们现在拿这个是 Mavic 2的电池做个例子。电源加下去，可以看到它有四等分的灯号，目前亮了两颗啊，一颗在闪，一颗是不亮的，就代表说它大概是50%左右的电量。Mini 2是无法看得出来电池的电量，你一定要插上去飞机或者是插上去充电器，你才能看得出来。然后这边有两条传输线，一样是 Micro USB 跟 Type C。苹果的 Lightning 线呢，就是已经在遥控器里面了。然后这个是 Type-C 的充电线，让你去使用在于电池装上去飞机本身的充电，或者是帮遥控器充电的作用，给你了一个变压器的头。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的螺丝起子。 Mini 2跟 Mini 1一样，螺旋桨要去做拆卸安装时呢，必须用螺丝起子拆卸螺丝，它并不是一个快装桨。那这是很有趣的是在于螺旋桨呢给了你六支备品，然后四支呢已经装在飞机上面了。这六支备品呢，它用这个叫密封袋嘛，跟以前那种白色软趴趴的袋子是不一样的，这是感觉比较可爱，有点像糖果一样的包装。好，那里面有螺丝跟螺旋桨，然后在袋子上面呢，也会跟你讲螺旋桨的方向是正向还是反向，让你去做一些判断。然后这个小包装呢，一样是小糖果的包装，这个是备用的遥感头。然后再说到就是遥控器，然后遥控器这是你可以看到它跟 Air 2的遥控器是一模一样的哦。那以前 Mini 1的遥控器还是下面可以折叠手把。然后再来就是飞机本体，那这次呢，我觉得 DJI 是一个一直有在持续进步的厂商哦。一代的 Mini 呢，它最大最大最令人讨厌的就是你看它的桨会这样甩来甩去，所以这次呢 ，DJI 在出厂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束桨器，这个是原厂的束桨器哦。当我们把它装上去之后呢，就一开始不顺手的时候，这个桨还是会乱跑，有点讨厌。好，那记得先把你的桨叶呢都集中起来，好，然后靠进去，然后旁边扣子扣起来 ，OK， 这样收纳的话呢，就不会发生螺旋桨乱晃的情况。好，这是一个蛮明显的改变跟新增加的设备。那以上这些呢，就是包装里面所付给你的内容物，这就是畅飞套装啊。基本上我从卖空拍机到现在为止，跟我买单机，不管是哪一个款式呢，很少，多数 95% 以上的人都一定是买套装，因为套装是三颗电池，单机就是一颗电池。一颗电池你觉得过瘾吗？我是觉得绝对不够的，也不够拍。OK。
好，老规矩，我们先讲一下飞机的外观。好，先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速桨器呢，先拆开。好，先放旁边。机臂就是翅膀，先展开上面，上面是横向的展开，然后下面的机臂呢，一样是老规矩，直向的打开。OK， 好，然后打开之后呢，下一个步骤就是请你要拆掉你的镜头保护盖。好，那这次呢，另外一个改变就是 Mini 2呢增加了 4K 的录影画质选择。一代并没有 4K， 在镜头的部分呢，也特别放了一个 4K 的 mark， 让你知道一下这次是 4K 的画质。侧边一样写249克的重量，就表示这一台机器呢，在台湾的民航法规当中呢，关于无人机的法规，它是不需要注册登记的。250公克以上的机器才需要，所以你是不需要去做注册登记的。当然，这仅限于你自用跟自然人使用。如果你要拿 Mini 2来做商业接案跟商业行为的话，你还是要去注册。然后整体上面来说呢，也是超级轻的，跟玩具真的没什么两样。然后下方呢，这边就是一个视觉侦测器的 sensor。当我们飞机在室内或是 GPS 不足的地方的时候呢，就是靠这个视觉侦测器呢去稳定机身。那要跟你强调一下，视觉侦测器就像人的眼睛一样，光线不足的时候呢，这个侦测器就会失效，或者是在你地面的纹路呢太纯净，比如说全黑全白，它可能也是没办法去发挥定位的效果。我们看到后面一样可以看到，就是记忆卡插槽跟 Type-C 的充电口呢，它是外露的，它是直接可以去做记忆卡的插拔，不需要去打开机身的盖子。那这里后方的盖子打开之后呢，这个就是电池仓，所以我们就把它插进去之后呢，盖起来。好，那补充一下 ，Mini 呢也是 DJI 少数中的少数，可以直接支援在机身上面插上充电器做充电动作的机器。其他绝大部分的机器呢，都是要透过专用的充电器才能去做充电的动作。好，装上去了，那我们就开机。好，补充，按一下呢，可以知道目前电量，四颗灯都亮，目前代表是满电的。那我开机就是一短一长。好，我不晓得你听得到还是听不到声音，我觉得这次的声音呢低了很多，然后整个听起来是很舒服的。开机了，好，那这次的确也跟之前不同的是灯号的增加。 Mini One 呢是没有机头灯的，哦，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机头灯，它是一个冷光的显示，然后后面呢机尾灯呢，哦，它就是会闪烁的比较明亮的显示，好，让你在空中呢可以去辨识到飞机的头尾方向。会闪烁是屁股，不闪烁是头，基本上简单的技法就是这样。那在螺旋桨的部分呢，二代的边缘呢也变成了橘色的标示，我觉得这个颜色配得还蛮漂亮的。以上这个部分呢，就是跟你介绍一下 Mini 2飞机本身的外观以及各个部件简单的介绍。遥控器在开机之前呢，来记得先把遥感装上去，好，跟 Air 2一样，一模一样，哦，它的遥感收纳就在下面，然后下面也可以看得到，这边就是有一个 Type-C 的接口，让你去做充电的动作。天线就是这个地方，同时也是手机的夹具。好，我补充一下，为什么我刚刚说这样的设计呢，是有一些缺点的，就是一般的遥控器呢，是可以去调整天线的角度，我可以让它平、斜或者立，好，针对飞机在不同的位置，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角度的调整，以去维持讯号的稳定度。Mini 2跟 Air 2呢就不能这么做。好，那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影响了，但是也不至于太大，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也算是个小缺点。一样，在右上角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有拍照跟录影的图示，就是这是快门键，可以去切换拍照模式或是录影图示。左边的这个滚轮呢，就是控制云台镜头的上下摆动，左右不能控制，左右要靠机身本身的旋转而去调整你的镜头方向。然后正面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源键，按一下可以知道目前有多少电量。然后开机的方式呢，跟飞机的开机是一样的，一短一长。好，关机也是一样的。那在闪烁的时候呢，表示它跟飞机还没有连上线。如果它们连上线之后呢，这个灯就不会闪烁了。然后同时飞机屁股的灯呢，也会变成绿色的闪烁灯号。如果还没有连上线，他们会持续显示黄色的灯号，然后不停的闪烁。然后左边这个呢，看到没 ？H 就是自动返航键，不管飞机飞到什么地方呢，按住 H 之后呢，它就会自动返航到你的起飞点降落。但是前提是你起飞之前要有足够的 GPS， 记得这个是飞机的起飞点，它才记得要回来啊。OK，
那如果你在启动自动返航或是飞机断讯自动返航的途中已经接上讯号了，你再一次这个 H 键，它就会取消自动返航的动作。OK， 好，那中间这个档位拨杆呢，我想每一台飞机基本上都会有啦，它就是普通的 GPS 模式跟右边的 Sport 模式，飞行速度变快，然后还有左边的这个叫 Scene 模式，飞机的速度会变比较慢。在一样的推杆量之下呢，哈 ，GPS 模式是正常的速度 ，Sport 就是加快。哦，那最左边这个三脚架模式呢，它就是慢，哦，让你去能够稳定的运进飞行。好，那还有两个按键没有说到，就是分别是右上角的录影跟拍照的切换键，以及左上角的 FN 就是方选，你可以自定义你的功能，在 App 里面去做设定选择。补充一下，如果你今天没有带手机，能不能够起飞？可以的，你还是可以直接用遥控器控制飞机起飞，只是你起飞之后你并不清楚你拍了什么东西。好，你还是可以不用手机直接执行飞行的动作。飞机跟遥控器的连线是一回事，然后遥控器跟手机的 APP 连接又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他们是可以分开来看的。那以上呢就是史丹利今天给你介绍 Mini 2呢它里面的内容物，还有飞机外观、遥控器外观以及它的功能介绍。好，我们还会出下一集，飞行起来它拍摄的画质到底有没有比一代好，虽然它多了 4K， 那是不是真的比较优秀，我们去实拍再跟你分享。